杀！公元696年，蛮族首领李晋州率部入侵，企图吞并大周。蛮兵一路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，所到之处，血流成河。即刻发兵，攻打魏州，一个不留。是。杀！此时的魏州已大旱3年，饿殍遍地，瘟疫四起，民间传言为女魃作祟。为防止瘟疫继续扩散，魏州府衙将尸体弃于清水河道下陷的巨坑中，一桩奇案便由此而起。神使千秋万世，女魃神使千秋万世。春风化雨，万物更新，尔等忠心可见。改朝换代之日，便是尔等加官进爵之时。这位大人，不敢不敢，贡音已献上，还请神女大人笑纳。还请圣使转世神女救命啊！女魃神使，千秋万世，圣女转世，再造人间呐！狄仁杰来了。
别摔了。50万2军饷不知去向，车准印消失在清水河附近的万人坑。这500铁甲精兵，每一个都是七窍流出，绿血而死。最奇怪的是，他现场没有搏杀痕迹啊！你拔，一定是你拔，要不然谁有这能力，不费一刀一剑灭杀500铁甲精兵？江湖传闻，狄仁杰已到魏州境内，不知是不是为这件事来的。他狄仁杰再神，他还能未卜先知吗？好了，头儿，刺史大人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还是回去看看吧。走。头儿，尸体怎么办？搬一具送女麻庙等待验尸，其余队送万人坑，切勿让瘟疫传到城内。是。老爷，保重身体。不要进来，叫仵作。不用叫了，是砒霜中毒。死者下咽睑和嘴唇有发干现象，眼球充血。重要的是他七窍流血，是典型的砒霜中毒特征。死亡时间大约是2个时辰之前，也就是昨晚寅时。哦，你说寅时就寅时，我还说子时呢。死者死后全身肌肉松弛，下颌下垂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尸体变得僵硬，以至于口不能开，颈不能弯，四肢无法屈伸。根据尸僵程度，能大约判定死亡时间。别问了，水和食物都没有问题。哼，张嘴。啊。你是谁？剪头儿，一样没有，这人疯了。我可以证明他的身份。宋大人，您可来了。这狄大人，你我虽同朝为官，但我也不能徇私枉法呀。你丢失圣旨乃欺君之罪，再加上谋杀朝廷四品官员，温大人，哎，该如何定罪啊？按律，但是我他斩立决。是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胸口还有根针，让我气血不通，能不能帮拔掉？等你砍了头，气血就通了。头儿，快醒醒！起来！起来！这人跑了，头儿。狄仁杰应该是中了瘟毒，这是七星洞明针，
用紫针封住心脉保命，但经脉不通，心脉坏死，所以每天要拔下一根针疏通血脉，功力也会恢复一部分，但是温毒也会随着血液进入心脉，损伤身体。涛，你神了，这你都知道。七根阴针全部拔出，功力全部恢复，如果届时还未解毒，定会毒发身亡。也就是说，七根银针，十三天寿命，他也没几天好活了。走。七十三，什么？人绑着都能跑了？哼！你们可真行啊！马上给我发悬赏令，抓住狄仁杰，赏银五千两。文大人，别再看了，说正事儿呢。哦，好。等等，再给我加上一条，剃头来见者，赏银翻倍。看什么看？尔等敢违抗上官命令？啊，不敢，不敢。宋之问，参见魏王。你可知本王为何力荐你与狄仁杰同去魏州？是要下官替圣上和魏王监督狄仁杰办案。抗龙诀本是我皇家之物，可现在狄仁杰却用它掌握住皇室宗亲的生杀大权，本王不想再见到他。下官明白。等你回来，你这顶帽子也该换了。多谢魏王，下官定尽心尽力，不负魏王厚望。下去吧。是。这瘟疫可不比其他疫情传染性强，若不加以控制，这魏州城可就危险了。这是我祖传的瘟疫方子，你看一下，还需要添些什么？方子是极好的，如果加入质子炭，会更能让病人安定心神。不过始终是治标不治本，还需要一味积极对症的药引。这药引子难寻呐。我这有一好消息，坏消息，先听哪个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冀州失守了，蛮族大军正在往魏州进军，不过狄仁杰有消息，有仙人报，他此时应该正在女娲庙。走，走。上说你杀了独孤思庄，现在你的人头值一万两，你信吗？你值这个钱我信，说你杀人我不信。江湖传闻军饷被劫，魏州瘟疫横行，别人想逃都逃不掉，你为什么非要来这种是非之地？蛮族四会盟约之时，也是魏州瘟疫横行之时，独孤的案子并非你我想的这么简单，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，特意来找我商议。再说了，这瘟疫来得太蹊跷，我必须得查清楚才行。别动，工具带了吗？
这山洞不对啊，平白无故多这么多东西，还有这符，这符有古怪，都别乱动啊，注意安全，走。这符有问题，都别碰，都别碰啊！你怎么了？我也是中了温毒。你没事吧？暂且无妨，不会传染。其他尸体送到什么地方了？万人坑。万人坑？说是小刘庄女把显灵，冒出的毒物毒死了几名大不敬的村民。小刘庄，看，这里就是万人坑。于五百铁甲兵，遇害之处很近。小刘庄被封锁了，你进不去的。帮我拖住他们，越久越好。狄仁杰在此呢，飞剑传书，调虎离山啊！此师傅，走、啊、走，站住！现在不许出城，关门。下一个，奉长史大人之命，封闭城门，是为防止瘟疫蔓延。把门关了，我们要出去的。狄仁杰，让我们出去！快走！关门。哎，你呢？你呢？下一个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来，好啊。哎，下一个，你看他走。活着的送你八庙，死了的送完坑。回来，排好队。哎，跑什么？别乱跑！排好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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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好队。排好队啊，都排好队。宋大人，军饷被劫事关魏州城生死存亡，恕卑职直言，若是狄仁杰在，或许会有办法。嗯，你的意思是说本官的能力不如狄仁杰？卑职不敢不敢。不过别支支吾吾的，有话直说。现在瘟疫肆虐，粮仓被污染，所剩的粮食根本坚持不了多久，
魏州大营的将士空腹乏力，又发不出军饷，若是此时蛮族大军杀来，怕是难以抵挡，所以卑职想请宋大人向朝廷再请粮款。哼，魏州城的军民一定不会忘记宋大人的大恩大德，也一定不会亏待了宋大人。下一个。这魏州城虽小，却关乎着大周的江山命运呐、啊。也罢，本官就冒死上奏，谢宋大人。不过，明白，明白。两成，三成。宋大人劳苦功高，应该的。见了一些蹊跷，我已经把它画出来了。你先休息，等你恢复了，我们再详谈。吓你！你命也没几天了，有什么收获吗？罗金柱有嫌疑，快去罗府。你俩死吧！后面是罗府，
追。金柱是被人给勒死的，不是自缢身亡吗？你看他的喉部颈部两侧肿胀，喉骨骨折，是被麻绳勒住脖子所致。指甲缝中有麻绳的细丝、血迹和淤痕，是反抗时留下的。你再看那儿，关穴后根部分有新鲜的磨损痕迹，定是凶手拖拉尸体时所造成的。他身高略矮于我，站在此处根本无法勾到白绫，这就说明他是被人勒死之后生生给挂上去的。胸口余温尚存，死亡时间不超过半个时辰。凶手一定个子很高，力气很大，否则不可能把死后的罗金柱轻易挂上去。罗金柱家怎么会有这么多官银？这里怎么也有符画？扳指的主人就是凶手。就算凶手发现罗金柱与独孤有关，欲将其杀死灭口，也用不着如此大费周章弄个贪污官银自缢而亡吧。借走军饷的同时散播温度，倒是满足大军压境，魏州自然不攻而破。听闻冀州就是如此失守的，至今尚无良策。快走，一直待在树下吗？老爷，大哥死了。晚上街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。夫人，我听说那些染上瘟疫的人都会被送到女拔庙去。其实他们都还没有严重到会传染的地步，如果送到女拔庙，这些人只能等死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夫人，慢点，小心。夫人，你什么人？在下苑无心，是魏州城的医者。你朋友受伤了，再不医治，他会有危险。你染了瘟毒，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七星渡命针。七星渡命针。温毒，夫人，去那边，我们一定要抓住狄仁杰。好，快走！你是狄仁杰？你多谢夫人。你的伤口，这个人好像对医术颇有研究，
她是袁无涯的妹妹，她哥为了仕途把她嫁给薛侯爷的傻儿子。罗金柱的死你怎么看？他是主管府库的官员，官银丢了他自然脱不了干系。除了司库参军事，还有谁可以拿到府库里的官银呢？司仓左使也可以做到。司仓左使张一武，劳烦张夫人上药吧。军饷，军饷！天启，可有人提过这批军饷？天启只有独孤大人和罗大人联名提走过一批军饷，10万两，但并没有发放到大营。联名提的这批军饷，到底谁提的军饷？罗大人，他亲自来提的吗？是派人提走的。府库一向只认平整，不认人。罗大人死了，卑职在罗大人府上发现大量官银，便去府库查探，结果发现军饷没了，一两都没剩，是独孤大人和罗大人联名提的银子。还有谁知道此事？只有卑职和司库小吏老杨头。这件事万万不可再声张，否则魏州大营必然哗变，军饷被劫，瘟疫肆虐，蛮族大军不好，神都瘟疫。袁捕头，本官有一事相求。我这个魏州长史，官做的虽然窝囊，但此事国难当头，我绝不能看着我魏州军民生灵涂炭。我现在就去找宋大人，让他即刻上书皇帝，而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召回被劫军饷，否则魏州不保。卑职明白，拜托了。涛儿，老杨头招了，罗大人的银子很有可能都流向了云瑶别院。云瑶别院，对，云瑶别院极其神秘，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，只有少数的官员才能进去，所以幕后肯定有大人物在支持。我听说会有人不停地往里面运送大量的银子。不对，罗金柱又不是疯子，冒提军饷，而且还是在蛮族大军即将攻城的节骨眼上，这也太反常了吧。是啊。你昨晚在哪儿？在家。谁能证明？我夫人就能证明。啊，你可曾见过这个东西？看着眼熟，但想不起来是谁的了。啊，蛮族入侵，魏州已属魏地，运送军饷的时间和线路均属于绝密，只有刺史、长史、司库参军史，还有你这个司仓左使和魏州大营的大将军知道。而现在独孤和罗金柱相继出事，只剩下狄大人。下官绝对没有泄露半点消息。好，我
暂且信你。张一武，你帮我办件事，通知袁捕头，想抓住真凶就传出消息，说罗金柱没死。宋大人，郑氏大人，探马来报，蛮族大军两日内即将到达魏州。温大人，该如何应对？下官想恳请宋大人即刻上书皇帝，让他调集西京长安的百万大军，迅速护卫神都洛阳。吾等则死守魏州城，待援军赶到，我们里应外合，共同剿灭蛮族大军。温大人，有几成把握？下官不知，但下官誓与魏州城共存亡。好，拜托了，宋大人。报，温大人，小刘庄瘟疫大爆发，村民都病倒了，城里的尸体堆积在村口，送不进去。负责封锁的官兵已经推到最后一道关隘，再退就是魏州城了。让我试试。薛夫人，我有办法缓解。薛夫人，本官深知你的医术高明，但小刘庄的情况实在太危险，一旦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本官无法和老侯爷交代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在你们眼里，小刘庄或许只是一个小村子，但是对于一名医者来说，那是几百条人命。一旦瘟毒在城内传开，恐怕整个魏州城都在劫难逃。启禀温大人，罗大人没死。什么？尸体抬入棺木时摔了一下，家丁看到罗大人的胸口似乎动了，便找来郎中，发现罗大人只是闭气多时，经过颠簸气息又恢复了通畅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卑职也不相信，带人去查实，发现罗大人确实没死，只是郎中说不知罗大人何时会醒来。速找魏州城最好的郎中，一定要医好他。明白。薛夫人，这件事你无需多言了，你还是请回吧，本官自有处理的方法。你的时间可不多了，瘟毒已经在城内扩散，恐怕用不了几天，魏州城便会不攻自破了。那你不用担心我，这是在独孤和罗金柱那里找到的两幅画，是袁花透下来的墨，应该有重要线索。有办法复原吗？沈秀才，沈秀才果然名不虚传，若不是我亲眼看到这八月帖刚刚完成，还真以为是草圣张芝的真迹。过奖过奖，狄大人才是名不虚传，不仅名不虚传，还胆大包天。你就不怕我拿你的头去换赏银？如果真以为送过去的只有狄某人一颗人头，那就请自便吧。有两幅画，请过目。是上一张纸透的墨呀。能复原吗？难。能不能？得加钱。我出双倍，事后付。好主意。我还有事要咨询。可以，一个问题十两。那我出二十两。我说的是金子。事后一起来付。请过目。罗金柱的笔迹你怎么知道？靠的就是这份手艺吃饭。来了，
恭候你多时了。独孤大人在思路不畅时有咬笔杆的习惯，你利用这点在笔杆上下毒，制造了密室谋杀。可是狄仁杰的出现却成了一个意外，也是你让罗大人找沈秀才模仿独孤大人的字迹，提取了10万两军饷。事后你把军饷的事情暴露，便勒死了他，伪装成自杀，还用官衣来栽赃嫁祸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他神了，狄仁杰。我故意放出消息说罗大人没死，就是为了诱你出手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谁。别嚷别嚷了，大哥，跑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了。你的计划倒是不错，但你一人能行吗？听天命，尽人事吧。你快看，这是沈秀才复原好的两幅画。万人坑和清水河，500铁甲兵、小刘庄村民。和我中的温度相似，破解军饷被劫案的关键就在万人坑。送我出城，咱们两个人分头行动。出城不难，可是要去万人坑必须经过小刘庄。自打魏州疫情蔓延，小刘庄一直有重兵把守，进去不易。我自有办法，你帮我把这消息告诉一个人。将军，火油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真的要烧吗？小刘庄瘟疫爆发，无法控制，只有用火把整个村子都烧光，才能阻止瘟疫蔓延。出此下策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江友，点火。是。哥，你让我进去，我有办法缓解温度。你别胡闹。哥，那可是几百条人命，你忍心吗？魏州城中，可是有数万之众。还有即将对阵蛮族的将士们，区区这几百人，你让不让我进去？把刀给我放下。哥，我陪你进去。狄仁杰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。狄仁杰，狄仁杰，干嘛？放开他，我和你一同进去。狄仁杰，把刀放下。袁将军。你把妹妹嫁给他，不过是为了仕途。你身为魏州大将军，不想着如何保护百姓，却只想一把火烧死他们。袁无涯，你良心何在？哥，你帮我把这些药送进来。是，是。来人，给我挡住！袁无涯，你吃了豹子胆！你想造反？宋大人，虽然狄仁杰罪不可恕，可一旦小侯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末将也没法交代。一个小小的狗屁侯爷有什么好交代的？站开！谁敢动？众军听令，午时前若瘟疫无法缓解，火烧小刘庄。在此期间若有擅闯者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宋大人，宋大人，大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下官有要事禀报。大将军，魏州军营爆发瘟毒，大部分兵士已被感染。不可能，之前还好好的。兄弟，怎么样了？见师傅，见师傅，瘟毒。是温毒，温毒，快穿军衣。袁可师，要犯狄仁杰挟持薛清侯和薛夫人逃入小刘庄，本
官命你立刻进庄抓人。张氏大人，本将已下令，午时不出，即刻点火。啊，不不不，大将军，这使不得。小侯爷和薛夫人安全要紧，三思啊。军令已下，绝不更改。望张氏大人耐心等待。若不是，哎呀，哎，哎，打你！哎，耶！你干什么？温度来得凶猛，解药的药性分毫不能差，只有以身试毒才好调整配方。我中的温毒和他们一样，那我来试毒。你中的温毒已有些时日，无法作为参考。云瑶别院涉嫌贪污军饷，四处散播谣言。袁捕头命我今日捉拿向云瑶归案。谁是向云瑶？这位官爷，怕是有什么误会吧？官爷，官爷怎么这样吗？去。你是夏月瑶啊，女魃转世，我看你像邪魃转世，给我带走。是我误会。哎哎，今日向云瑶已被我六爷成功击退，也算大功一件。兄弟们，受罪吧。六爷威武，六爷威武，威武。哎，行行行。哎，药，把药拿来。药来了。好些了吗？怎么样？看着好像好。有场，有场 ，QQ，QQ， 有场。阿总，哎呀，死公的命真硬，我人坑的温毒都毒不死你。吃不吃？一边去！吃不吃烤？有龙草，来，快吃下去。时辰已到，给我进庄抓人，谁敢动？时辰未到，谁敢乱动？小花，袁无涯，你敢杀了本官吗？宋大人要是为国捐躯，温大人一定会上奏皇帝，为大人立碑颂德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怎么样？温奴，将军，温奴，将军。快！所有人给我集中抓人！将军，是宋大人。将军，大将军。
郝青梅，起来了，这有作用了。应龙草能在毒物中生存，上面有克制温度的作用，但这药药性太强了，还需要加几味草药调和一下。我这还有沙场，我还有沙场，沙场，沙场，拿来吧，场，有救了！我这我们小刘庄有救了！哎呀，我场都没了，有救了吗？场不场，场不场，场！你干嘛呀你？没事吧，娘子？走。大婶儿，啊，有个事儿啊，跟您打听一下。小刘庄附近可有什么怪异的事情发生啊？哎呀，怪事儿多着呢。那万人坑啊，原来只是个每年涨一次水的水坑，现在女魃显灵，每天都像烧着绿火一样，吓死人呢。我还听说，前几天夜里很多人从万人坑里出来。坑边还有许多车辆，都说是阴兵借道啊。阴差借道，军饷。小刘庄一直有官军把守，外人不可能轻易进入。那只有这么一个去处了。给，要。辛苦了。狄仁杰。圣旨在此，谁敢造次？狄仁杰，你胆敢挟持人质，伪造圣旨，还谋杀朝廷命官，还不束手就擒吗？如果有位白衣姑娘来找我，告诉她军饷在万人坑。袁克师的人袭击了云瑶别院，抗龙简不重要了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狄仁杰真的死了吗？无论死与不死，女魃之吻一旦启动，没人可以阻止。没想到在云瑶别院搜到的烟雾弹只救了你，却没救得了狄仁杰。都怪我没有及时赶到。军饷在小刘庄附近的万人坑。幕后黑手费尽心机把军饷弄到手，应该就是为了扰乱我方军心，也是为了瞒足大军进军洛阳而备。一定不能让他白死。你为何中了温毒却没死？我用七星夺命针封住了心脉。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救我？你没有杀独孤大人的动机，我怀疑这幕后有更大的凶手。狄大人，你把我救出来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等等，接下来我对你的追杀将不遗余力，不要让我抓住你。慢点，慢点喝。谢谢。小心。大人，
薛夫人。大人，粮仓的粮食温毒已去，可以发放，这里病重的百姓也已无大碍。嗯，本官替魏州十几万军民谢谢你，不过不知将军状况如何呀？多谢大人关心，兄长温毒已去，已无大碍，只是还在昏睡。大将军忠心为国，本官择日定当登门探望。温大人登门之日，怕是愿将军同归之时吧。狄仁杰，你没死。狄某在此。袁克氏，快给我抓起来。宋大人，既然狄仁杰主动现身，想必是有备而来，不如给他一个陈述的机会。来人呐，来人呐。宋大人别喊了，你的那些杀手我已经托袁捕头都照顾起来了。袁克氏，你宋大人，你真的以为魏王让你来杀我是为了让你升官吗？狄仁杰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，此事与魏王何干呢？狄某没有疯，我手握亢龙锏，魏王对狄某早已心生不满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一到魏州地界就有人袭击我，而杀手却不直接将我杀死。因为我身为钦差，一旦死于暗杀，必定会引起皇帝的警觉，而魏王通敌叛国的计划一定会暴露。独孤和罗金柱因为发现了什么就被杀死了，而你呢，充其量只是魏王的一颗棋子而已。哼，文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小刘庄半步。温大人，蛮族大军压境，剑指魏州，只有军粮没有军饷，怕是难以取胜。而军饷的转运属于绝密，除了张一武、独孤、罗金柱，据我所知，还有一个人知道。正是下官。爽快呀，狄某佩服。只是狄某还有一事不明。狄大人，请讲。我一直不明白，独孤和罗金柱所画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幸亏宋大人你啊，一路追杀我，使我坠入万人坑。我发现万人坑画的是这个万人坑，可另一幅画的却不是清水河，而是清水河下的地下暗河。这万人坑就是地下暗河的一部分，它的流向和清水河恰恰相反，出口是远在洛阳的洛湖水畔。一派胡言，河水岂能倒流？河水倒流是因为雨季，万人坑水位暴涨，导致地下暗河倒灌。魏州什么时候到雨季？我想温大人，您那本先知上写得很清楚吧？当下时节正是雨季。没错，雨季一到，万人坑的温毒通过地下暗河倒灌至洛水流域，洛阳城的百万军队。利用尸体制造温毒，再打着防止瘟疫蔓延的旗号，把更多的尸体送到万人坑，等雨季一到，让魏州城的百姓全都染上瘟毒，以完成你的计划。温大人，你这步棋够狠的呀。安吉大人，
这不能乱说的呀，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魏州长史，干不了您说的那么大的事儿，您高抬在下了啊。你们抢劫军饷，在云瑶别院装神弄鬼，我又偷偷对粮仓内的粮食下了蚊毒，让城中的军民们吃了有毒的粮食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这样你们不费一兵一卒便能攻下魏州城？您说在下抢劫军饷，您证据何在啊？证据就在我的手中。宋大人，你除了执行魏王杀死我的命令，还贪污了很多银子吧？不，那些可都是军饷。如今国难当头，你的良心何在？宋大人的银子都藏在你的行馆了吧？你是血口喷人！大人，在宋大人行馆搜到大量官银。狄大人，都怪下官一时鬼迷心窍。对，都是这个温康济。大人，他对下官是威逼利诱啊，就是他干的。不是，温大人，你行贿用的就是那批军饷吧？狄大人，一个势利小人，信口雌黄，您断案断案不能如此草率啊！你赶快认罪！你胡说八道！住口！待本官将你押送至神都洛阳，看你如何狡辩。你数次制造危机，是想让宋之问向皇帝要钱要粮，让长安的百万大军前往洛阳，都是为了你那个所谓的计划吧？狄大人，就算您的推理全都正确，那幕后主使为何他就不能是宋大人呢？你胡说八道！狄大人，明鉴呐！在我进入独孤书房之前，还有两个人去过，一个是罗金柱。独孤发现事有蹊跷之后，便找他过来商议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罗大人请。啊，请啊。而第二个人，就是你。你找个理由进入独孤的书房，趁机在他的笔杆上下了毒。证据呢？这是利用罗大人没死的消息诱你出来时你留下的。如果不出我所料，你的鞋底现在还有。这种红褐色的泥土在整个魏州城只有府库才有，带人到府库提取军饷的就是你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独孤和罗金柱早就被你们利用了。你利用独孤要笔杆的习惯杀了他，又抢在我调查之前杀死了罗金柱，对吗，温大人？狄大人，如果你就凭着鞋上的一些泥土就要定我的罪，荒唐！那这个扳指你应该很熟悉吧？嗯，魏州长史，蛮族奸细，在江湖上你还有个绰号，温姬，你就是温姬。近年来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组织，被称为狄支，以十二生肖为代号，其成员均身怀绝技。不过，能利用温毒实施计划的，非你温姬莫属。狄仁杰，厉害！你的计划一旦失败，你就全完了，收手吧。你错了，女拔之吻计划一旦开始，没人可以阻止。可你忘了小刘庄的火油，焚天一火便是其破解之法。是吗？你觉得那点火油
有用。我坠入万人坑时，发现下面有大量火漆，火油只是个引子。温康济，你完了！哎哎，我在外面。别过来！谁？听见了吗？女魃的怒吼声就是我族大军进攻的号角！别再伤及无辜了！狄仁杰，你个将死之人，凭什么跟我斗？你怎么样？
军中一损。快点儿，快把老子放出来！我是魏王的人，这么大的小官儿也敢抓老子？喊什么？魏王，魏王滥用职权，惹怒皇帝，现在自身都难保了。还魏王？再说你贪污受贿，死刑必定是死罪，等杀头吧你！胡说八道的你！我胡说八道，我砍死你！别别别！走，快把老子放出来！狄大人，药有效果了，你再调养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。狄大人，此行何处？洛阳。诸位，后会有期。一人望空袖两茫茫，伤悲泪落花惹泪，君子去无人顾是非，执笔挥落水天涯肝胆相随，执笔挥病人间在续轮回。我要出去对酒，当个英雄的无畏，下一瞬间大雨软件下起呼吸欢悲，人海中人人心无限，生死皆不怕，快饮何为，好清风卷起洒乱世，云雨凡间只求落实。
命人间才是轮回。